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，西至咸海，东灭高丽，北并蒙古，南据越南，领土1251万平方公里， GDP 占当时全世界的58%，远超当今美国所占的30%。长安，大唐的首都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繁华似锦，万国膜拜。但289年后，这个巍然屹立的神奇大国轰然倒下，盛世就此湮灭。全国著名书法家5月15日，偏僻的陕西中部小县城临游却人声鼎沸，100多名楷书爱好者齐聚这里，只为了拜谒九成宫李全铭碑。在书法学习问题上，任何一块碑也赶不上九成宫李全铭对我们的一种震撼。我们总老感觉上，我离欧阳询先生并不远，他离我也不远，啊，说句实话，父母给了我们生命，是欧阳询的书法艺术给了我们艺术的生命，而我们的书法艺术生命，特别是欧楷，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。欧阳询的艺术不用说，隔着现在1500年，再过10000年仍然会大放异彩。庄严隆重的拜碑活动一天就落下了帷幕。九成宫李全铭碑被称为三绝碑，是因为这块碑囊括了欧阳询的书法、大臣魏征撰写的碑文，以及唐太宗李世民发现水源的故事。欧体举世推崇自不必说，但后两件事又何以称绝呢？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中科院唐城考古队以九成宫李全铭碑为起点，开始通过宫殿考古去寻求问题的答案。那是1988年的一天，王林昌急忙去往西安报告县邮电局工地发现石橱。88年呢，刚得到消息，那是个建筑工地啊，那个正好热火朝天的要盖宿舍楼嘛，而且呢，它不是那种大开挖的，它是打的竖井做地基的。他们挖的时候过程怎么？它桥底就是它的腿和个距离，连盖连个直径10来个距离嘛，也是基本上吻合着呢。当时嘛，新华时代有一个人，文史知识比较渊博，是一个老职工了。他一发现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人耳朵很背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静安来啊，来看看，你这个知道呢，发现我支持是好的很啊，我支持是和你的原子外一样，你都清晰的。2年前，考古队负责人安家窑的前任马德志结束了自己在临游九成宫的工作。当时马德志曾说，九成宫这座1300年前被誉为离宫之冠的隋唐离宫，今后将是中国的庞贝城。2000年前，古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庞贝由于火山爆发被全部掩埋，而考古学家200多年的努力让它重现天日。多少考古学家都梦想能有这样的机会，通过考古证据复原完整的历史。而九成宫完全坐落于今天临游县城2至4米的土层之下，县城但凡动土必有发现。因为马先生在那儿已经工作过，从70年代末在那儿工作的嘛，所以到这时候知道那边有东西，所以一发现呢，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东西。并且邮电局所在的中间部位正是马德志当年留有遗憾的地方。马老划定出九成宫的范围和40多处遗址，
并通过发掘宫城西头的几座主殿，初步勾勒了离宫风姿。但宫城中间由于正是县城主体所在，只做了简单的勘探，可这里怎么会缺少宫殿呢？我就是这个事情很紧急，俺家要当时叫的冯小棠等四五个人就来了。安家瑶不会想到他人生中最传奇也最艰难的一次考古经历就此展开。临游这个保存着中国最完整隋唐离宫的小县城，再现的不再只是一段盛世传奇。公元632年，这天的九成宫沉浸在一番特殊的欢乐气氛中。天台山，今天这里山顶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，但考古工作已证明，1300多年前这里滨水临风，俯瞰全城，是九成宫主殿所在。贞观6年的这一天，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来到九成宫避暑，就在这里大宴群臣。青山绿水间，大家兴致高昂，共同庆祝一个新时代的开启。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，这里是当时的几个经典镜头。贞观4年，全国丰收，人口比唐朝初年翻了一倍，农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兴起。当时世界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，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是世界性大都会。贞观7年，蒲州刺史赵元凯为迎接李世民巡幸，专门整修皇帝驻地，不料却被李世民责问，这让老百姓增加多少额外负担。没几天，赵元凯羞愧而死。贞观时期，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是历史最低点。贞观4年3月，唐周边各少数民族军长赴长安觐见，恭请李世民为天可汗。大唐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最文明和强盛的大一统帝国，威甲四方，国富民强。今天的唐人、唐人街，仍是唐贞观时期空前国力的写照。但是贞观6年，李世民在九成宫的这次宴会，也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，就是魏征。他不但搅散了大家的兴致，还追到皇帝的书房里喋喋不休。不就是泰山封禅的事情吗？亢奋的官员提出，从秦始皇起，君主治国成功都会封禅于泰山。但魏征认为，虽然天下已取得很大成绩，但远远不够，皇帝东巡耗费巨大，而且如果还有少数民族军长跟随，沿路看到国力并没有那样强大，岂不会生异心？这样图虚名不务实的事情，还是放弃为好。李世民不会认为魏征说的全无道理，但史书记载，贞观6年的这次争论让皇帝很生气，魏征竟然拉着李世民的袖子不让他走。后来李世民回到后宫大叫，魏征这个乡巴佬，我迟早要杀了他。一个天子为什么只能抱怨？一个臣子又为何敢如此直言不讳？九成宫碑的故事，首先一定与两位当事人奇特的关系有关。
安家瑶当然对碑石很熟悉，但他更关心深埋地下的大唐活生生的样本九成宫，并且邮电局现场情况显然不简单。展示比较强。在这些经济和一口把这个石室的那个房角子抠出来了，那个平面那个也给抠出来了。王立章说：“这绝对是我在考古队给王立章说，你给我去汇报，绝对是大家要求我。”基本是个水平的，底下的夯土呢又都是很平整的，原来做的，所以这样呢就可以肯定它没有被移动过。这样呢是非常罕见的，非常难得的。安家瑶连忙在王林昌陪同下考察周边土层，这时他发现也许是某种地质灾害引起这座宫殿背后的山体滑坡，将整个遗址埋在近四米厚的黄土之下。在来临游前，安家瑶一直是唐城考古队在大明宫考古工作的负责人。大明宫规模庞大，功能复杂，是唐上百年的政治中心，但大明宫从来没有发现过完整和没有被移动过的住处，这就不能为研究提供实证。可是邮电局这片地下宫殿基础从没有被移动过，又被完整掩埋了1300年，这意味着这座宫殿很可能是目前绝无仅有保存完整的隋唐宫殿遗址。安家瑶有些激动。像庞贝呢，它是火山爆发喷发的时候，火山灰在很短的时间把这个城就等于变成个死城埋在里头了。这个呢可能和它情况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突然的情况把这殿埋在里头了。所以这样的如果经过很好的科学发掘吧，就能够挺好的复原出当时的情况。1300年前李世民第一次来九成宫的那个夜晚也不可能风平浪静。魏征谏言后，皇帝龙颜大怒，所有人噤若寒蝉。可是李世民为什么不干脆杀了魏征呢？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有180余所陪葬墓，魏征墓是距离最近、规格最高的两座墓之一。魏征，河北人，在辅佐李世民前一直站在李世民的对立面上，但李世民不计前嫌，为己所用。或许为了感谢知遇之恩，或许由于他的官职就是谏官，史书记载魏征17年中陈书进谏200多条。贞观之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，就是君臣之间同心同德，就是真的是一心一意想把国家做好，把国家建设好，你就必须听从各种意见。魏征其实是贞观年间积极进言、励精图治的官员群体的代表。贞观一朝，从房谋杜断的房玄龄、杜如晦，到威震燕山南北的李靖，从死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岑文本，到去世后家里连玉片都拿不出的建设部长李大亮。后世说盛世常见多才，衰世常患无才，贞观朝中人才辈出。资治通鉴记载，此次平息泰山封禅事件的是长孙皇后，她恭喜丈夫得了忠臣魏征，以此巧妙地夸奖李世民是位贤君，使皇帝转怒为喜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如果连一位皇后都会积极地进言献策，盛世怎会不出现？他贞观的时候，大家能看到一个基本的方向，很光明，很光明。君臣之间、大臣之间真的是同心同德，
不是干私化，是建设社会，那也是需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贞观之治的一个治，就是体现了一个政治的良好。今天唐昭陵与魏征穆仍然咫尺相望，虽然魏征有时让皇帝生气，但李世民从来没有否定魏征的成绩。而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拥有最多陪葬墓的君王，众多能人将才死后也依然团结在唐太宗的周围，是那个盛世王朝上下一心奋发图强最生动的见证。1990年9月23日，邮电局位置被定为九成宫37号遗址，考古发掘正式开始。安家瑶经用了2年协调邮电局考古用地和经费筹措问题。这时间的话呢，我们是做一个是呢做一下勘探，就是打那个钻那个就是洛阳铲呢来勘探一下，看看呢除了他击剑打的这个井碰上了这个住处之外呢，是不是周围还有规律的没有移动的这样的住处。所以我们首先要探清楚了，因为这个整个你要让人邮电局不能盖房子，你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。可是当2个月后考古队终于将住处上覆盖的厚达2米的黄土移走后，安家瑶却又突然决定停工了。遗址的保存状况再次给了他震撼，青色石灰岩雕琢而成的住处坚硬细腻，且表面极为规整光滑，有的表面还留有圆形紫色木柱的痕迹。安家瑶是宫殿考古的老专家，1981年九成宫水井发掘时他也曾来过。当初发掘出来时，水井的住处仿佛崭新一般，花纹清晰，轻盈透亮。可现在他们怎么样了呢？由于常年暴露在外，没有合适的保护方法，它们已经逐渐风化萎缩了。这处遗址实在太珍贵了，考虑再三，安家瑶决定未来的发掘原则也必须以保护为首要，因此发掘直到揭露出电址，不破坏不移动原位置上的一砖一石，为将来有条件时进一步解剖奠定基础。虽然停工了，但所有人都从安家瑶的决定中感到了这处遗址的重大。11月的临游已寒气逼人，做好简单的保护措施，大家盼望着来年的发掘。每年的3月到10月是临游最好的季节，历史上隋唐两朝皇帝都是在这个期间来离宫避暑。公元632年的这个春季，临游清风拂面，第一次来九成宫避暑的李世民却突然为一件上奏烦心起来。原来九成宫由于皇帝到来，随员众多，竟然遭遇用水困难。今天宫城中部的隋唐水井雕刻精细，尤其水井被井亭严密保护起来，并经过隋唐两朝的反复修葺，可见一直以来九成宫对水资源的极度重视。在4月16这一天，他在离宫中就是慢慢的闲转的时候，当走到宫城的西边，发现山根有一块土壤有点湿润，他就估计是地下大概有水，就用手杖。李全明碑记述的非常神奇啊，他是用一杖导之，李世民手杖这么样向下一戳倒，这个泉水就喷涌而出，而在这个水质清澈如镜，味道是
盖嵌的如美酒一样，就这么样神奇。今天当年的泉眼还没有找到，普遍认为在九成宫礼泉明碑附近，但是在县城与唐时完全重合的东西大街两侧，人们发现了多处唐时铺设的长约500米、每条宽1.4米的宽阔引水石渠。这个礼泉的水渠没有被扰乱的地方啊，那个底下都是那个渠底下都是薄薄一层那个细黄沙，看起来水的水质非常好，非常纯净。而且他把这个水啊，作为宫廷中一个重要的应用的一个水源，从发现礼泉的西边，一直横穿整个宫城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对隋唐第一离宫尤为重要。但是这件事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。隋王朝细心维护水井，他曾经也一定遭遇缺水之困，可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新的水源。而李世民来此仅仅半个月就改变历史。唐六典里记载，国家的重大瑞相，第一便是礼泉，即九成宫甘甜泉水的发现。可以想象，在一个国运上升的年代，礼泉的出现简直是天随人愿，锦上添花。难怪李世民发现水源时，据说现场祥瑞之兆的欢呼响彻了宫城。兴奋的李世民立刻决定要将这件事记录下来。唐太宗登基时曾说，朕虽以武功定天下，终当以文德随海内。成功完成政策转型的李世民治国重点就是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。大雁塔是唐时科举重地之人提名赋诗之地，中贞观一世科举全面发展，国立图书馆，国子学兴盛，正史的编写占中国古代正史总数的1/3。并且盛世必有其代表性的文学和艺术形式，如汉有汉赋，宋有宋词，唐朝则孕育了流芳百世的唐诗和书法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，这些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名字，欧阳询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，这些中国书法大家，无一不是出自唐朝。再看唐朝的建筑、壁画、着装、工艺品，他们一扫前世浮靡绮艳的作风，刚健质朴，大气自由。如果说疆土扩大、经济繁荣是一个王朝国力强大的外表，那么文化昌盛、社会安定才是它令人向往的内在魅力。只是这篇文章该由谁来撰写呢？自己写未免炫耀。朝中虽然不乏文笔好的人，但李世民考虑这么一件好事，只有由魏征写才更有说服力。九成宫37号遗址的考古发掘在来年4月重新开工，中心部位已经露出头角的14个石柱础开始一一显露，它们结构有序，布局完整，使安家窑对这个面积约200平米、面阔5间、进深2间的殿堂一目了然。可是这座殿堂就是此处遗址的全部吗？
古代建造宫殿，宫殿下通常都有一高大土台，它直接承受房屋上部荷重，并将其传递到地基。早先的钻探表明，整个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面积近1500平米，达到现在殿堂面积的7倍。而此处夯土总厚度为2.3米，底部低于隋唐地面约1.3米，也就是说打地基时曾经是大开挖。这种开挖在清朝时称为满堂红或一块玉。这种方法既可以使建筑基础牢固均匀，又可以防潮，普通的建筑绝不会如此费力，这说明此处建筑规模一定相当可观。这四周，但是就在工地边缘2-3米之上，却是一排民房。30几号建，一开始挖是24个石穗，有建军人高兴，是林有县人高兴，人都高兴，但是呢，台基没挖着。我们当时，我和老安就是这建筑没挖完，已经从上往下打钻眼打探铲都不可能了，因为上面都有现代建筑。结果我们呢也是推测呢，觉得还应该有东西，因为它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，你找不到边缘嘛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在找的这个，确实就掏洞里头掏出来4个角上。东南西北的4个角上都掏出来4个，你掏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心里就有把握了，你还可以再扩，我们还可以再扩方。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有时候都到了劝说别人把房子拆迁的地步。我觉得这个遗址是太好了，很难碰得这么好的，你如果不给它挖全了的话，你就没法向世人交代，等于这一个人家开始的停工啊拆迁呢，你都等于浪费了人家这么多的。你做事的计划你必须得有头有尾，你做一个完整的。李世民很快收到了文章，冠山抗殿，绝壑为池。魏征的文章从九成宫的豪华壮美说起，讲述了李世民接手这座隋朝旧宫后如何爱惜民力、克己治国，尤其对于发现李泉这样的国之盛世不惜笔墨，全文行云流水，文辞优美，读之也如饮了甘泉一般沁人心脾。但就在文章最后一段，画风突然转了，居高思坠，持满介意这几个字显然大出李世民意外，他不禁皱起眉头。今天回看唐王朝的历史，大唐有着也许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国际地位，贞观时代取得了很难得的国际的地位，特别高，因为唐太宗就叫天可汗嘛，他要不仅管中国的事儿，有时候也要超出中国这个范围去管一些国际上的事情。这个地位不是你帝国打出来的，是吧？是你因为有实力，你有一个这个公信力，大家尊称你为天可汗。但居安思危从来是知易行难的事情。贞观四年，唐王朝灭亡草原第一帝国东突厥，威震天下。但很快，又一支草原少数民族薛延陀发展起来，并侵吞了东突厥曾经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。贞观6年后，他们又与唐朝争夺天山南北的控制权，这支力量迟早将成为唐朝大患。对于发现李泉这样即将刻碑立传、流传千古的应景文章，魏征仍然在结尾写了一句谏言，李世民当时也许是不大能接受的。
事实证明，徐延陀后来确实发展成了唐朝不得不对付的草原第一势力。十载李世民曾打算题为结尾居高思坠等句似可斟酌，但最终也许想到魏征每次执着反对的情形，也许想到了魏征背后无数勤勉的官员，最后他放弃删改，只批复了着记照刊四字。九成宫李全明碑的故事在一波三折中开始走向完整，而1300年后九成宫37号大殿的发掘工作却在美好的希望中不断遭遇困难。发掘工作在协调中断断续续进行着，1年后四个住处终于发掘出来。一旦住处确定，这意味着宫殿的边缘有可能确定出来。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为木结构，因此可以根据支撑屋顶的柱子数量来确定房屋结构。而这四根柱子立在已经发现的中心殿堂四角，距离太远，不可能支撑跨度这么大的房间，倒可能是用来支撑屋檐的。四根柱子的直径是目前已发现的18个柱础中最粗的，达1.02米，正符合中国古代建筑中中心减柱的建筑方法。它们是为用来缓和更外围支撑物的柱子压力的，因此这四个柱础之外应该还有一圈柱础。可这意味着又要扩大发掘范围。1994年，凭着坚韧的决心和6年的艰苦努力，37号殿48个柱础全部出土，除南廊道紧贴油殿大楼，已不可能继续深入，其他3面廊道都大部分露出，37号大殿终于基本完整的面世。大明宫的话呢，就整个的它的规模比它大，气度整个的那个建筑的那个架势比它大，但是做的我觉得没有这么精巧。立刻建构起殿堂，大殿建于距地1.09米的台基之上，台基以坚实的黄土夯筑，台基四壁全部用石材包砌，周边还设有登殿的踏道，踏道中间宽，两边略窄，想来主要人物正是由中间登殿。整个大殿设计严谨，做工精细，底层土衬石，中层有斗板石、板柱等，上层压栏石，表面又雕刻着大气精致的忍冬纹路，既保留着隋唐建筑通常的简约豪放。格局独一无二，而且呢，中国呢一般呢都说这个建筑是土木建筑的，
说石头石件石构件很少，但是这个建筑的石构件不少，整个的台基周边全是石头包砌的。停留在这座独一无二的隋唐大殿遗址上，安家瑶心中充满了自豪向往。他唯一存有疑惑的是，从住处推断，在中间面阔五间、进深两间的殿堂外围是一周廊道，这也是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式样。可是此处的廊道宽度竟然有两间房子，跨度达九米之多，这样宽大的廊道还是首次发现。他们要这么大的廊道做什么呢？在收到魏征的文章后，李世民就一直在考虑另一件事，对于这样一件将永久流传的事迹，由谁来书写碑文呢？李世民本身就是一个书法大家，他重金购买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并将之陪葬到昭陵的事情举世皆知。在九成宫的闲暇，他也不忘研习书法。当时世间公认的四大书法家是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和薛稷，但是李世民认为虞世南温厚，褚遂良妩媚，薛稷纤瘦，只有欧阳询骨力静俏，气象非凡，才配得上魏征文字的轻巧俊美，铁骨铮铮。当时据文献记载啊，这个李全明碑一写好以后，李世民都感觉欧阳询这一篇写的这字儿非常出色，当时他把这个就塌了不少的塌陷，就封赐给宫中的王子呀、这些王妃呀、大臣呀，大家作为学习楷书的一个范本去临习。公元633年，贞观七年，李世民第二次来到临游，九成宫李全明碑正式树立。九成宫李全明碑被称为三绝碑，其中李世民大度接受大臣的逆耳忠言，魏征坚持了自己忠贞爱国的风格，而欧阳询在70岁时书写此碑，使他成为集书法家一生功力的楷书集子。君臣三人共同书写了一曲昂扬激情的盛世颂歌，使李全明碑成为贞观宽厚自由、欣欣向荣的时代丰碑。如果说九成宫李全明碑描绘了一个时代，九成宫就是这个时代的直接见证。1994年9月，九成宫37号殿的工作荣获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。面对自己亲手发掘的中国唯一的保存完整的隋唐大殿，安家瑶对最后一个疑问有了这样的推测。魏征曾经说过，纳谏并不在于采纳具体意见，而在于吸引人才，因为帝王能展示胸怀，创造宽松的气氛。在这样一个思想活跃、文化昌盛的时代，人们应该需要更多自由发表意见和吟诗品书的活动。而九成宫所在地山川俊美，人气旺盛，人们更愿意流连于世外，因此唐王朝才保留了那样宽阔的廊道。37号殿应该就是九成宫殿群中一处大型室外活动场所。千百年来，高高的九成宫李全明碑前，花落花开，人影交织，风云变幻中，仰慕者、临摹者、感叹者往来穿梭。
透过这面厚重的石碑，人们仿佛触摸到盛世大唐一个时代的梦想和辉煌。而九成宫坐落于秀美的风水宝地，出自隋唐建筑大师宇文恺之手，是离宫中独一无二的第二政治中心。更别说这里还有唐高宗李治的万年宫碑，著名的隋唐佛教石窟慈善寺等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离宫之冠。有很多的名家就给我们讲，你们离宫之冠上面还要加一个这个皇宫之巅，你这是楷书之乡，还要加一个楷中之楷，就是呢，它是一个离宫，但是这个离宫做到了极致。你是楷书之乡，欧阳询的这一块子丰碑，哎，在楷书发展的历史上和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上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临游西部偏僻小城，却拥有一段堪比庞贝古城的传奇历史。当阳光穿过暮霭洒向大地时，在它厚厚的土层下，失落千年的隋唐第一离宫正慢慢浮现出来。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，它展开的将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画卷。